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如果对比翻活水同埋光，其实是有好多嘢我哋一定要为咗了解呢两个唔同嘅特性，我哋一定要了解好多嘅唔同嘅层次嘅，因为嗰个直情系对比信仰嘅两个唔同嘅天渊之别嘅领域，但两者又好似系矛盾，但系却两者嚟自同一个主嘅，就好似活水系强调你得到嘅嘢，但系光就强调你失去嘅嘢，活水就强调你能够喺主里边付出一个单位，能够得到百倍。是咪？是嚟自神嘅，神嘅祝福，神嘅活水，神嘅滋润，神嘅呵护。但另一边咧，却系你为神失去一啲嘢，而甚至冇回报。就好似主耶稣因佢嘅鞭伤，我哋得医治。咁但系主耶稣得到咗咩咧？吓，因佢嘅贫穷，我哋得到富足。唔通主耶稣得到富足冇？因为钉喺十字架，我哋得永生。咁佢唔通佢十字架钉完之后，佢可以走翻落嚟，佢再活喺呢个世界几百年？冇啊！全部佢一生当中系失去、失去、再失去，两者都好似系信仰两个极端嘅方向，而好似亦唔能够俾我哋想象得到究竟有咩牵连？点解会同一班人会有咁大嘅分别？之前就活水，之后就点灯咧？我哋尝试去理解咧，其实人类嘅成长有一个好重要嘅概念，让我哋理解。咁我相信，咁你就会理解点解活水嘅基督徒咧，其实就算佢喺行完一生咧。佢喺永恒嘅奖赏咧，系会少嘅，甚至接近系冇嘅。点解咧？举一个实际嘅例子，就原来根本每一个行业嘅成长咧，或者每一个人嘅成长咧，每一个学生嘅成长，都一定经过呢个阶段嘅，就系一个叫做我哋嘅生命里边咧有教师嘅阶段。嗱，当你面对教师同面对教练系唔同，教练系要你有贡献，教师咧就基本上咧。是让你去成长的。有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教师，但我们不喜欢教练的。因为教练去要你的贡献到一个阶段，你甚至成为冠军人马。但教师就不是。在我生命当中，在我有生之年，其中有一段时间这样令我很深刻的。就是令我理解信仰这个层次，活水的层次。当然当时我不懂这个字眼，但我理解了、哦、我在神的家园我是这样的存在的。就是乜嘢咧？就是、我曾经喺个加拿大读书之前咧，系有一年咧，就喺职业训练局当中咧去做一个嘅学徒嘅。喺当中我哋学基本上室内装修，系做油油嘅，即系写招牌啊、批灰啊、油油啊，将一啲嘅家私去抛光啊，去将一啲嘅家私去油手扫漆啊，即系做呢啲嘅工作嘅吓。咁、啊好简单啊！嗰年里面嘅工作重复又重复，就系咩咧？重复又重复咧，就系我哋每个人分咗埲墙。嗰埲墙上面咧，我哋就喺个埲墙咧，就去批灰去油油啦，咁样。咁当然啦，大家都拣一只色或者用唔同嘅物料去做啦。咁基本上就已经浪费咗职业训练局嘅材料噶啦，咁样。但我哋油完呢埲墙之后，系咪我哋等于贡献咗咧？个个油得好靓噶喎，埲墙系咪？但系。一啲貢獻都冇嘅，其實啊，因為嗰埲牆咧，就係用翻嗰埲牆，我哋就係喺埲牆鏟翻曬呢啲油出嚟，然後咧，我哋又學批灰喺上面，我哋可以話咧，試過好多次數十次，係做完又鏟，鏟完之後又再做，做完之後我哋試過油持油，又試過油手掃漆，我哋又試過油灰水，又試過批灰，試過甚至我哋上面寫招牌添啊！但是每一次我哋都会铲咗佢嘅，原因就是我哋用翻呢个埲墙 recycle， 我哋再做下一个功课。每一个功课我哋甚至拎埋相机翻嚟影相添，但系每一个功课咧，基本上对呢个职业训练局，我哋根本唔可以看咧系一种贡献，系咪？因为佢唔系好似家居咁，你真系油完埲墙之后可以用几年，贴完张墙纸之后几年。我哋上个礼拜贴完墙纸，下个礼拜就要搣翻出嚟噶啦。我哋根本唔可以当呢个系贡献，我顶上都系当系游戏，但系当唔职业训练嗰个当系一种锻炼啦，系咪？所以你会睇到呢种唔系一种嘅建设，呢一种系我哋成长必经嘅阶段，里面牵涉到嘅就系唔系我哋失去，根本由头到尾都系失去嗰个系职业训练局啊，因为基本上佢每个月都会俾360蚊俾我哋做我哋嘅所谓居马费咁样吓。咁另外咧就佢会提供晒所有呢啲嘅材料俾我哋去做学习啊，学习一年嘅时间咧去做一个油漆工人咁样。我哋根本系冇话帮过职业训练嗰个忙啦，我哋亦冇贡献俾佢啦。我哋油咗呢啲嘅墙，唔系话可以攞呢埲墙即刻出去卖啦，系咪？
我哋游咗个招牌根本就同佢哋冇关啦，因为下个礼拜就会铲晒佢噶啦。所以如果我哋咁粗话我呢个系贡献，我蚀咗底俾职业训练局，好明显我真系冇乜良心系咪？但喺咁多年里边咧，我就见到好多咁嘅基督徒，明明佢哋根本就冇乜贡献，由头到尾咧都系要教会支援啊，教会教啊，教会让佢成长啊，但系由头到尾都冇贡献，好多时只系越帮越忙。但到最尾咧出事嘅时候咧，就将责任推晒俾人。呢种就如我所讲咧，净系要活水嘅基督徒，而佢冇真真正正去睇下究竟佢喺永恒里面做过啲乜嘢，佢对人做过啲乜嘢，教会究竟系根本花晒好多嘅时间去养育佢、培育佢，浪费好多嘅资源、心力、时间同埋人力去俾佢，而其实佢所做出嘅好多事都只不过就真系好似重复喺一埲墙当中，游完油又铲咗佢，铲咗佢之后游翻佢。其实佢哋唔知道佢哋已经欠咗成个家嘅，所以如果你从咁嘅概念，我相信你就会更加实际嘅明白点解活水嘅基督徒咧，如果成世为就系活水嘅话咧，其实佢哋永恒嘅奖赏系少嘅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我是世界嘅光，跟从我嘅就不再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嘅光。常存感谢，要珍惜主恩惠，常赞颂你心恩可畏，我心感谢你赐予宽恕，给我心安慰，万有里独你是我宝贵。从今后我不将光阴荒废，无退后再付出不计，只仰望你按着真理远离尘俗世，献奉最馨香的祭礼。神啊，你心恩多宝贵，无尽爱遍及无穷天际，我心永感恩，盼情牵众真，期待每日每分每刻倾出活祭。